在64岁生日大寿，演艺圈的好友们也特别聚在一起为他庆生，而且大家还特别准备一个劳力士手表造型的蛋糕，上头还有瓜哥公仔比赞，看起来超可爱又很有纪念性。而从佩仪正晒出的庆生照中可以看到，瓜哥节目合作过的子弟兵都前来替他庆生，包括兰兰、玛利亚、谢欣等人，场面可说是相当壮观，也可以看出瓜哥的超级好人缘。除此之外，女儿小珍也到场送爸爸衣服当做生日礼物，并在事后发文写下是长大的父亲，6月4号64岁生日快乐 ，I love you。贴文在网上曝光后，网友纷纷在留言下方祝福瓜哥生日快乐，谢谢他在节目中带给我们满满欢乐啊。Bye.